现在我们要公布第一轮对决的投票结果。我们呈现的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是最佳的。对我们这个歌是很有信心的，打谁我都蛮有信心的。恭喜张正发战队获得一积分。恭喜狗哥，恭喜狗哥！谢谢。第一大获胜。啊，狗哥要 diss 我了。回去马上洗，回去马上。今天回去马上写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重点是马上写了，发不发？张正发。张正发嘛，一定发，来吧。谢谢两位制作人，谢谢两组选手，请回座稍作休息，感谢。狗哥，狗哥，你帅呀，狗哥！好了，开始，好了，开始，坚持下去。太帅了，狗哥，太帅了，太帅了。第一场嘛，第一个上场，然后就我们两个先去做一个示范，然后拿下这场胜利，其实会给我们战队带来很大的信心跟鼓舞。那选手可能会相对的有自信一点，轻松一点。谢老板是帅的，帅的耍起。冰满喽，啊啊！我挺你，我挺你，帅就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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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帅。帅，你是帅的，一点问题没有，没一点问题没有。先让他们一波，让他们一下，让他们一下，让一分，让一分，让一分。不然我们今天太轻松了。太帅了，太帅了。我其实还是有点难过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赢掉的话，其实我是会比较内疚的，因为谢老板毫不犹豫地选择我。我在战队里面也是疯狂地给每一个队友打鸡血，我说我们一定是一场不输的把胜利拿下。结果我直接一个开门黑，就有点难受，就对于我而言的话，对。虽然表面上看上去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，心里还是会慌，因为已经丢掉一分了嘛，就心里想的是加油吧，我们后面就绝不能输。大家都太chill了嘛，然后我们没有太严肃的去看待这个问题，但是吃了一个下勾拳以后，我们就知道 OK， 那我们现在得准备好，大家都是互相加油打气，然后互相相信，觉得无所谓的，因为兄弟们都在呢，我们会搬回来的。我们一直坚信这一点。那一下，那个团队的那种概念就出来了。有实力敢随便，请对战双方从实力起程点走上舞台。在这种机缘巧合下遇到对方的心情怎么样？哎，行，发了，你开骂吧。来了，准备那么久。如果我们赢了的话，你就输了。哇，太炸了！怎么会这么炸？哇，太炸了！但如果我们输了的话，你就赢了。哇，棒棒棒！你们那台下那些哥们儿咋回事？你们觉得你们两个搞不定我们，要再叫几个人上来？想给你点面子，我60秒都没过，你是冠军，你输给我以后没法混了。狠话元旦。那么我就最后引用一下我们组里人的话，好吧？你不要觉得你这个话说的有多体面，我还要再说几遍，不服我们就歌里见。现在
来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企鹅村老大战队，请来者不善战队来到观战区。我歌词里其实写了一些关于杨和苏的词，结果就这么巧就碰到他了。我想做一次杨和苏试一下，他就是战斗，现场更有感染力。他肯定是唱硬的嘛，那我们也唱硬的，硬打硬，只要我比他硬就可以赢。两个人的配合相当之完整，一点毛病没有。巅峰的时候我都没有像在今天这个舞台的时候这么印象深刻，而且我觉得他跟 Danny K 的那个配合就是真的特别好，挺直给的一个 hiphop 的一个感觉，一个舞台。法老跟 Danny K 发挥的都是相当不错的，呈现出了哈扣崩败该有的效果。我觉得法老一定赢了，这么好的演出还不赢吗？不可能吧。现在企鹅村老大战队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表演，那投票通道开启。企鹅村，企鹅村，企鹅村。法老这个舞台真的太炸了，很直观的就是冲击力很强。法老上了太多综艺，唱了太多情歌，大家都忘记了他的鼠尾草时期，这次直接回归杀死比赛。企鹅村，企鹅村，企鹅村，要开始打仗。第九年的状态又来了，这个有了有了，投给他。企鹅村，企鹅村，三二一，投票通道关闭。现在请双方交换舞台。Go go。Let's go! 其实说实话呢，我今天的秀不是特别适合比赛，适合什么呢？适合直接去格莱美领奖。对，来说两句。我想说的是，因为我第一轮轮空，第二轮也是轮空，今天终于有对手了，所以说不管他们前面演得有多炸，演得什么样子，你们听完我们现在的演出，你们都会忘记他们刚才演的是什么。OK， 我们就是喜欢一意孤行，因为妹翘的 B 要帅过 Metro Booming。 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们两个加在一起是什么？直接封神，是 Kendrick 加 Dre 加 Easy's 这首歌。 Hold up， 叫做玛利亚，我写给我的妈妈，因为在舞台上我们两个就是 Jesus。 Alright， let's go。 苏苏，你为什么在这一轮选里外跟他合作？我很喜欢他的风格，我就想我们可以做点不一样的，因为本来我今天来节目包括今年做专辑都有一些新的一些尝试嘛，我不想再做原来就某一种感觉的那种东西了。因为你们总共碰面了八次，苏你就被称为了新说唱史上最卷的制作人。最卷的制作人？真假的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因为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本身就住在成都，住在成都，而且我们每一次见都有意义。
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改编曲，然后我们一起录音、彩排，我们跟 dancer 一起，对，见完 dancer 之后我们去跟乐队排练、我就觉得这个跟比不比赛没什么关系，我觉得做歌就应该是这样子。对，就哪怕没有在这个节目，就是我们在私底下也会这样去做歌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做一个东西，一定能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感觉的。那大家知道，我们说我们今天生日拿冠军不是说着玩的，我们真的要做给大家看。我的沙里欧。还是会着急，还是会消极，忍不住会跟你发消息，但还是会想起妈妈，让我的人生没有头绪。 But I know you're a genius, mama. Oh, mama. 雷伦没进是因为我歌词必须改，那人又直接进，然后雷伦又直接掰，前两轮都轮空了，火药和数字歌，而且的伴奏来自你晓得噻。有人很努力，但努力不一定见得成，那种你都是要显得狠，才会更多的人来看，再涨点分，啥时把你想出我的，那碗饭你还得等，起码要先论功过两轮，然后跟爱奇艺的商人谈论两轮够顶个耳朵，有我的演出随行，至少要带两轮，我的爸爸和你妈妈，而且分成比例不能少，我晓得不管到哪儿我都是垃圾，我感觉还是多撇脱，我穿个拖鞋上台唱歌，我都像是在过节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我的歌人，但我看好多人都还不为我美，我妈妈生我两手生得完，因为我爸